里边的人给我们听着，什么事儿？你们必须答应我们的要求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踏平你们的城堡。你们有什么要求？我们要你们厕所的钥匙。什么？快点啊！哎呦，没有声音。来来来！哎呦，太好了！那我先上了啊！你们排队。 没纸了，用完了。你那还有纸吗？我们这没有啊，纸都没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